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一玩这个面包超人的快乐抓奖机。这个呢是一个游戏机，让我们去抓里面的奖啊。我看到了小猪佩奇也在里面哦，还有谁呢？还有五彩的奇趣蛋。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抓，看能抓几个。先来抓哪一个呢？哦，抓起来喽！哇，又掉了！哇，不行喽，不行喽！往后退吧，抓后面的。你要抓后面那个绿色的。快点快点，时间要到喽！哦，天哪，爪子！哇，完喽，时间要到喽，完了，我们再偷一个篦子，看能不能把它抓起来。没有抓起来呀，又差一点。哇塞，好，把它抓起来喽，快一点，我一定要快一点把它，快快快快快，速度快一点，一会儿时间到了可怎么办呢？往前一点，嗯，棒，哇，哇塞，终于把它给抓出来了，看看这里是什么呢？哦，看看是谁呀？对了，是蜡笔小新骑着海豚。很厉害呀，这个蜡笔小新。好，咱们继续来抓奖吧，再投一个篦子。能不能把小猪佩奇给抓上来呢？哎，差一点点。抓上了一个粉色的蛋蛋，快！你要尽最大的速度，快一点，它挪得太慢了啊！出来了，哎，这是大灰狼吧？看看是不是大灰狼呢？嗯，这个大灰狼倒长得挺可爱的，还拿着一个乒乓球拍。是不是要打乒乓球呀？嗯，好，咱们再来投一个。这回我可要抓小猪佩奇啦！把小猪佩奇抓上来。哦，哇，天哪，没有抓到，往后一点。好抓呀，再往这么点，嗯，往前一点，啊，小猪佩奇，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，哇，抓到了，快一点哦。哇，它挪的速度太慢了！哇，我们再投个篦子，它就可以下来喽。啊，
这个呢，为了抓你小猪佩奇，我们用了两个篦子哟。嗯，你真是太废了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